过年又来了，大家有什么计划要去做呢？一般的公司到了年底的时候，他就会看自己的收入跟支出哪个比较多，今年一整年可以赚多少钱。那我们来学佛的人也需要看，但是不是看收入跟支出哦，是看我们今年修的功德跟恶业哪个比较多。如果我们这样知道了之后呢，从新的一年开始，我们要一直行善，一点恶业都不要去造，今年才算是我们明亮的一年，才算是我们法喜的一年，好的开始，是成功的一半。祝福大家今年生命光明，早日证得佛陀的法，心想事成，祝福大家。